2月24号，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晒图爆料，在某火锅店吃火锅偶遇张雨绮。当天张雨绮身穿红色羽绒服，扎着马尾，看上去心情很是不错了。与一群友人有说有笑，也是引来了不少人前来围观呢。当天张雨绮在火锅店吃火锅，看上去胃口超好的，不断与人有人聊天，并且大口大口的吃火锅吃肉菜，果然也是胃口超棒的了。看来此时的张雨绮一定是饿坏了，这大快朵颐的样子完全不顾及女神形象哦。前不久网友还晒出张雨绮在发杂志时候的照片，穿着金色礼服，看上去小腹凸起十分严重，对此网友还群嘲一番。而张雨绮则是回应说道，健身游泳已经在了解了。此时看到张雨绮的模样啊，网友们依然是调侃，游泳健身还在了解了吗？